恭请。佛说缘本至经，恭请。佛说缘本至经，恭请。佛说缘本至经，水相赞，先天真水，净洗灵台，杨枝一滴洒尘埃，涤秽消灾，香焚宝鼎，气达先天，微光选鹤皆祥烟，降见此心前，释迦如来，牟尼世尊宝告，至心归命礼，东华教主，西域圣师，弃皇宫之富贵，爱雪岭之清高，炼成摩尼珠，光照大千世界，尊居兜率地，得披亿万生灵，大法东披，无不精修波罗蜜，梵呗西来，贤之皈依无上道，登传万世，佛日常辉，法迹千秋，黄土巩固，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释迦牟尼古佛，慈悲广化天尊。佛说缘本至经，本卷文如是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，指述给孤独缘。佛告诸比丘，爱任身有，容色未起，为禅莫住，亦有本哉，非无缘至，爱有单荒，本质孰在，狂罪为受，不明关解，是明之本，痴缘所生，亦为有本，何等为本，炫耀色生，五盖持惑，思生痴本矣，五盖必明，智影沉吟，亦为有本，何等为本，三恶种牵，思未为本，三恶灾袭，亦为有本，何等为本，不设根室，思亦为本，不设根室，缘至有本，何等为本，未非所应念，专后不已，思未本也，非应所念，亦从本源，不为无本，何等为本，不从正信，迷于所向，思未本也，不信从谬，亦有缘至，非为无本，何等为本，恶师所引，非法听受，思未为本，非正师听，亦有缘本，何等为本，违背贤圣，英俊之句，思未为本，乖错贤俊，缘至违背，亦为有本，何等为本，失于待养，虚心极乐，思未本矣，如是。比丘，福失贤众清高之句，身口意行，视听或满，胸心必塞矣，以非法见，信向回矣，正道复备，则邪见增，邪见增则内摄丧，内摄丧则三恶兴自，三恶兴自则五盖盈满，五盖盈满则痴本足，痴本足则爱受胜，以思转众，增着衣有，尘染无际矣，度时明慧，生于脱药，亦为有本，何谓度时智慧，解脱之本，七绝法妙，未为至本，七绝净照，亦为有本，何等为本，为四义止，思则绝本，四义静止，由从有本，非无有本，其意焉在，未清净洁妙，其行在三，三清净行，亦为有本，非无有本，本意为何，为手摄诸根，思则为本，手摄诸根，亦为有本，非无有本，本意为何，为净见玄照，思为本念矣，本念照往，亦为有本，
原质入正，何等为本？本念造圣，谓之树信，信亦有本，不为无本。何等信本？谓多闻经道，四谛典要，思谓为本。闻于经法，亦为有本，不为无本。何等闻法？谓贤行澄清，业真者也，贤者清净，亦为有本。何等为本？谓俊行清真，洁白之句，如是。比丘，贤者极圣，依附明哲，奉事多闻，能治信本，信本以立，便得正念，正念以树，手摄诸根，根手以见，登三行境，以三清净，变四意止，四意止立，变七觉意，七觉意成立，是即无为，解脱度世。佛说如是，弟子受行。佛说缘本至经中。